宣传台遇见这样抢人。我们有一些来报名小儿科，我是内科的，他就是直接报名完之后，通知约在一间高级的餐厅，准备来大家来吃饭。我们今天吃饭，顺便拿那个签约的那个，就直接签。大家开开心心的吃顿饭，签完就变成你的人。前面有特别跟我说，不可以再说妇产科很惨，我们妇产科现在非常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